性，有这点灵性，开着显明咱的清净，这是咱无想传出着咱这条心，是咱以清净的灵，这点灵气就是咱的清净，咱来顺家显的明，叫做灵修。是咱要有这条正天的法界，咱再来讲清净现在，这个修行爱咱行为做好，是咱稳定现世心。来讲这么稳的天，咱拢是对天降落来，倒头栽落来，是咱顺着无形这个天理。爱咱向转来，今咱是用爱灵起来，敢若亲像要倒转来咱的天顶，是顺着这么稳的灵气。咱这个课是咧讲灵魂修者，甲一般咱凡世间世俗这个文字的发生记载有小可无同，但是咱要讲的。是现主时咱灵的架势，上苍实正发生，爱咱道家现世灵。有诶讲灵通通灵，敢有啥物无共？拢是心诶问题。机仔咧震动，甲幻咧震动，迄是心咧震动。你心也无震动，机也嘛无震动，幻嘛无震动，是咱以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，这是咱的定点定线。世间就是讲，你进入到现主时这个境界啦，这个清净内底，你就无分别心，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。咱修行是要知影这个心伊的产生，咱平常时看的、听的、做的所有的经验，是灵魂这个灵气转伫咱这么顺的心性。咱拢是对亲手的、亲所的，慢慢啊学转来，变半手熟啊。再来讲熟手，再来变老师傅，再来开工厂，再来传道地，修持嘛是同款安尼。真理是天灵气，显露是顺天性，功夫技术啊，技能啊，这就是咱靠咱个人的体会，每每角角、点点滴滴，你所有注意啊。去甲修正的，咱才有遮尼啊齐全。是清净中这个灵性，要让咱转到遮尼稳的天灵，是咱无形界这条灵魂，伊要定一条，取着原来啊，这个能量，今咱爱是才能，现主时咱会当能够。就能够产生咱即卖咧讲诶即种自然诶法门，即个是咱讲诶天元灵性。无形是对无形啊，有形伊是定法律诶对有形啊。论功论罪就是安尼来发生，是咱有即条本源本性，转咱清啊，则是灵性。今日要讲的是正法的灵魂，咱世间人真边无有意义啦，真边就是心边啊。所以今日我要讲的是咱今嘛咧讲的灵性，要讲的讲，咱今嘛要讲的讲通灵啦，咱的灵气底底性有无？所谓忠孝，即个心的体会啦。肉体的病较简单啦，现主持的医学
就通好甲你移到每一个部门，即种要害啦。今仔身边上重要，迄是真病啊！世间的解药，无多医真病啊，假病才医会着啊。所以讲身边，就是爱听咱即个母娘的教示，甲你家己会当尊重家己，注重家己，你即个心会修正啊。这是咱讲的灵元灵气啦。所以咱的课头一字拢讲心。心法嘛好，咱过去佛祖咧讲诶，伊是用定心法。伊看天星会落落来无稳定，伊才知影讲世间有形诶拢是暂时诶。咱过去大家拢捌诶观世音佛祖，伊是正法明。今日咧讲诶是心法，是咱心中正传出来即个话。或者正发明，这种是真深的学问啦。你的灵若无到这，你就不能够传达这个真意啦。把这些文字拢悄悄开哦，内底这种真正密切、真正集中的力啦，是顺着这点灵气啦。世间拢是伫心外口遐个嘛。在那胖在那瘦嘛，今天我们爱是爱真正的天性，我们在心里面心外面要滚有没有，人说你在外面在滚有没有，在教有没有，要教有一个名堂出来，是真理的灵性，是我们顺家现主持的心，我有这条有青天的真意。咱再来讲法界道心啊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性，啊嘛是咱行出来现主持的心稳定啦。一世人嘛，咱要靠心的力啦，啊这才是咱真正元神啊，出现伫咱即嘛世间呐、啊，是灵魂伊的天界。是我要讲到这么稳定的自在，现下来啊，是咱的无元神，爱咱转的精啊，咱才是气。因为今日咱来用真清净的气，这叫做清气阳气，是咱无形界这个天理，咱要有这点灵魂的神啊，当然神有阴神跟阳神。今仔咱爱是对天啊，但是咱即嘛是徛地啊，爱知影这个阴气啊，你用着即嘛咱使力有无？将着这个阴气，互伊烧好啊，解决冻啊，敢咱冷车时阵、冷学倒歹时阵啊，互伊变烧好，咱咧徛有无？吹油再顺啊，是这点天元的本性。是咱心内这个脑神经有这个逻辑啦，有这个内根源啦。今日你讲有这种本来的教材啦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转过就通这条本性，真理迎来现世间，导咱原始上天神，无形显露是天意。看通清界，则是道心。我爱是直通，即卖心唔免等啦。所以讲三心不可得啦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过去都走去啊。现在你即卖讲出来，你若定袂调，马上就变过去啊。未来你也唔知啊，真正我即卖咧讲啊。即马一波一波伊就讲啊，后波唔知道要讲啥，我家己嘛唔知啊。因为这是天伊自在，伊受我这条灵气，要神出伫现场啊。神是安尼来的啦，唔是讲啥物神你看有着啊，看袂着啦。迄拢是即马咱咧讲的阴阳神啦、啊，就讲鬼神啦、啊。是你用心去要的啦，
啊，就敢若有一撮啊，普普光光有无？啊，啊，这就敢若像讲有这个神，啊，有这个鬼伫遐坐咧有无？迄是你的幻影啦。哦，咱咧讲啊，讲有这个阴阳眼嘛，哦，迄就是咱的肉眼看的嘛。但是你即马来讲，咱讲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甲佛眼，就咱的道眼，啊，你已经拢变叉叉。平平静静，明明白白啊，本来就无啊，哪有啥物眼？是咱心的情力，迄粒眼啊，迄粒眼才辅助咱的物件。上苍显露是灵气，转咱归元是天理嘛。我爱是清净，这个脑神的电波，因为咱有空气中嘛。有阴阳殿的修崩相搏击嘛，修弄嘛，哦，修拍电就对了。啊，咱才有今日这个声，咱是阴阳蓝调的，但是虚空冇阴阳殿啊，所以讲安尼来修崩有无？阳的来对阴的我修拍，今日我才有这个声音嘛，才有这个力的光啊。叫做法力啦，或者金光明啊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啦。名字拢是咱人去呼出来，灵名是咱只要要知影讲，这个灵名中过去这个老祖先呐、啊，个祖师爷，伊那我都改照着现主席，今嘛烧光。内底这个精华啊，甲合作移出来。啊，恁今仔是咧堆嘛，堆圆嘛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转过到清界，咱的心神真理显来，是落天意，爱咱正法显的明，我爱是顺着心来。这是咱回到的天性，啊嘛是咱来讲出家落灵，是咱稳定这点气，是咱搁再顺回来这尔啊静，真理恢复是天灵，转咱来到是心静，有咱这条元天的架，我有无形转的明，啊不啊再来讲清咱的心。啊！你有这点元灵的天意，无牛爱咱显的清，咱再来讲着顺家这条心，这拢是天元一工开。我爱来讲甲这尼啊清净的本性，无形伊爱咱定一条，因为今日咱要讲的是清净家己的心。探原来啊，这个道的自然本，这就是咱恢复灵界的灵性啊，性的本来，拢是原天生。今仔日咱照天的运行，照天的运作，安尼咱才有现主时啊，阿婆啊所有，互咱今嘛自然生出来这种信息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因为所有拢是归地所生。咱今物来讲，鸟兽嘛同款，鱼虾水族嘛同款，所有到尾啊，拢是爱伫这个地上休困。咱人嘛同款，咱人出咧外口，较早的人拢野山洞咧住的有无？再凉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转过着这尼啊清净的心，今仔我有这尼稳定的灵性，这拢是顺家。咱的资料只有这个天人的本来尔尔，你无其他。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，进修着咱的清净，清净要讲着讲仙境，够极净啊。这才是咱讲的天元灵性啦，大家拢是平静的。
是咱稳定现世灵，是咱搁再顺家应无心，因为咱爱是阿母爱本性、本能啊，这种行吗？啊，这个是咱顺家哩，爱照着天的灵性，照着咱的心嘛，现得清。灵源伊的灵气，只有看到现世，咱的心嘛。稳定，灵伊要讲的，只有对着你这个心会起生，会生气。所以讲，我爱是真心，降伫咱即马这个现场，要讲讲这个不听，咱即马这个讲这个道场，这个气场，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咱爱是单纯的。这个阴阳气合一啦，合一这点咱你就更加杀气歹，敢若亲像咱的螺旋，敢若像讲咱这个敢若像咧滚地下钻安尼，一直滚滚滚滚滚到源头，一点啦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呀。咱再来讲慧能的本性，今日若早讲，咱咧讲这个炮，炮兵的炮，这个炮是炮管。你摇动我诶，摇我我诶，甲二四动诶，迄、那个炮管是特别长，二四动诶特别长。啊，伊是呾内底迄个一根一根有无？伊咧管，啊，迄个炮弹哦，咱伫下啊遮，即炮诶即边甲掀开，啊炮管落入诶，用着两个管，啊一个后壁甲吐入诶，啊了，再有一个叫做敌火兵。你点火，迄个炮弹再用咧射，射足侪人诶喎，迄个炮弹啊，伊才会当对讲显出是你诶射程，用你会当射偌远，搁准，一种预测的。二四弹诶，过去咱咧修正诶时阵，八二三有无？有开四支炮嘛，拍一届喎，咱所有诶一班呐、啊。高额有无？拢吐血，因为炮声长，弄来声心大有无？咱所有的五官啊，自在袂掉，所以讲到尾二四栋有无？十几一半掉，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啊。今日要讲的是这种发明啊，咱不是咧讲什么物件，是照着这个原理啦。因咱咧讲的八卦内底九宫。就是中心搁中心嘛，中正搁在正中啊。咱灵修嘛爱行到这个规矩啦，安尼你才有真正一点吗？今日要倒转来本来一点吗？先天真的一点吗？是原形，这个灵气。咱再来讲兑现顺母的心，灵源伊会现开。拢是咱顺家遮尔啊清的心，是咱原来显的净，是咱主要清咱的心。咱爱是个人，这个心行会出来，咱造现主是这个气生出来。咱拢是呼吸嘛，咱拢是空气中这个咧喘气嘛，但是咱所有讲的。是咱即马一静力啊！这个空气中，咱拢有一个觉性嘛，有一个觉意嘛。你去甲咱即马咧讲话讲，这个三林溪有无？啊，你就感觉足舒服嘞嘛。你去甲咱后里乡三溪烟塘有无？三溪乡的边有无？你就感觉不舒服嘛。啊，迄就是咱的觉性，咱的觉意嘛。提出着即嘛，现主持这个味数嘛，是观天这个本性。个人你即嘛讲出来，这个脑神，咱咧讲讲智慧味啦，啊话讲做智慧光啦，这就是咱清净的天界。你会当了解现主持咱这个心，会当对着这个法来生啊。你无这个法。你就讲未出口啦，你念未顺啦，
会敢像咧跳浪似的啊，脚定噗噗啊。所以讲过去，那真侪有无好野人有无？真侪懵懂囝有无？爱跳舞就讲无脚底啊，脚伊都无实力噗噗哩。啊，跳舞咧开钱是较紧哩者。是咱用着这条青天的灵气啦，转伫咱这么顺的心啊，只是个人心感觉，安尼脚浮浮茫茫有无？啊，你塞来塞去，迄、那个力有无？互你感觉舒服呢？但是你两句月深有无？你若无真正钱入来有无？啊，就容易有无？失力啦，开家伙啊！是这条青天的真意，咱再来讲儒家顺无心。我爱是这条青天的本性，今日嘛是心咧清爽啊。但是咱这个心是愈讲愈有力啦，咱免开钱啊。所以讲反省就是差在这呢呢，反世间的人想未透。伊就是一直要开钱，到尾也了家伙，到尾啊做流浪汉做乞食。你如果这世人若无去做乞食，后世人爱做买牛来行济啦，唔是无报应啦，是你这个福报还佫有啦。恁祖先落去还开无了，那开完的时阵就讲害了了啊。真理落来是灵气。现咱顺家，这是天性呐。见咱爱是家己的准则啦。啊，这是咱真正要拍算的。是我用着这点灵魂的灵气，转过着这么清净的心神呐。我爱金啊，会喘气，安尼才会活落去。但是你要继续活落去，你爱这间气。会顺啊，伊咧流转会顺利啊。这是咱花入啊这点灵性，世间人带有这种真意啊。咱大家大家拢爱有意义嘛，每一个人拢是要赚大钱啊。或这个门风有无？或咱今啊这个啊工中要做有无？大家拢要好名声、好名誉嘛。啊，这就看个人的福报啦。今仔日咱所讲的，咱静修若真有够，比咱世间上有无？你所有的啊，做真大的头路，因为头路你头家若无量有无？后世人还阁行这工啊济啦。今仔修行，就是真正会清廉上好。啊！你卖通望人的地啊，是家己这个心地啊，爱会饱。心地啊，就啥？你的法力啦，你的道法啦，你爱讲道理啦，你爱行功正德啦。啊，这才是咱真正地啊，爸爸。你若无行功立业啊，去做出着这个功德啊，这个果有无？这个功德，这个福报出来有无？你莫讲想要共多啦，想要共加啦，你无迄个本事嘛。甲我过去定定讲啊，过去的老师无，啊，都拢随着咱国民党的来，啊，拢坐会啊，讲话腔口无，啊，咧教无，啊，伊都拢半干那咧杜姑咧，教出来大家嘛，各家拢那牛咧，放牛班啊。是咱一条青天的本性啊，这个环境啊，老师的责任啊，但是咱囡仔戆嘛嘛，唔知的时阵讲啊，大家拢嘛是讲囡仔好紧啊，下课有无？啊来底下弄有无？啊到操场体育有无？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啦，转伫这里顺会天性啊。过去那较严的老师啊，咱讲打读幼稚园啦，啊是讲你入来一年啊有无？你的三字经啊，你就一定要背较够啊啦。
所以讲是咱即马即个底就对了。甲咱像读册有无？一年才点啊，波波摸摸有无？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转过着这么清净的心嘛？是咱以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我定下讲神咧，甲咱教有伊的报数，用咱所学甲你留咧啦。咱看下就是灵灵啊，有无？要走啊，有无？咱所佫甲你绑咧，留一个，有无？佫按咧啊，有无？啊，就佫甲你按啊，啊按了，你佫灵灵啊，有无？伊就佫甲你留按。你永远走不去啊！安怎讲？伊是真正好老师嘛？放你去，都随你弄啊！你阿妈嘛是一只野牛啦，野鸟啦，是咱真正拜着神啦，结神咱才有今仔日啦，甲神相共啦，会晓讲出着这个道神的法门啦。啊，若无咱嘛是同款。凡世间下下顶的人啊，遐壮遐浪啊，一天过一天啊，是以这点灵源的灵气啦。母娘的家不是干咱我，嘛不是咱不听这个人，是咱这个祖先过去这个亲民有，这个台湾是以真正慢慢开垦，你去落国有看下无？迄一零一零哦，山头哦，有一块白石头诶哦，即卖有种花，有种蝶啊哦，迄较早拢是老祖先因播田诶，播田了，则种地，种地了，过去阮咧买地就拢千五块、两三千块，即卖嘛同款千外块啊。迄一个咱咧讲诶，伫遐种地农哦，叫做阿辉啊，伊种几啊甲地啊。咱要去六国上官顶啊，迄个无，伊个工厂就伫遐。伊讲这人真奇怪呢，我的地一斤卖一千千二无，去用骂呢，用你种个什么地袂晓熟？伊讲是菜有影哦，做人真艰苦做啦。显露是正发心，转眼有定是现世心啊。这个环境，这个生活拢会变啦，就是转啦，就是移动啦。是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对囡仔慢慢大汉看真济啊。来到即马，咱一定爱有这个过去，咱所有看到的，甲咱即马受到母娘甲咱牵加，已经二十几年啊，太太圣王坐位。直接嘛，二十几年，因为我较慢安闲嘛。去大陆的时阵，三十八岁，诶，三九岁迄阵才来安尼尔。但是头前我咱蔡元、蔡董事长因伫头前遐着用一脚嘛，伊嘛开来姓王个，到尾啊，再来入来遮，共下啦。因为迄阵因是五月十八嘛，啊，我则是五月二四嘛，所以讲。这个来源啊，就是安尼来产生嘛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敢若亲像顺家这么稳定的心，这是咱回出天元的本性。咱再来转入清净，咱的脑神经是咱原来这个灵气啦，是母娘啊看中咱啦，今日拢是缘嘛。缘有善缘、恶缘嘛？今仔日咱要强调这个恶缘甲归善缘，安尼大概就是共款心念啦。是真理的灵性，过去拢发生啊，咱的心拢一定彻底知影，就免阁留啊，过愈留啊，就愈熟啦。无先过有无？熟去边仔去啊？咱咧讲个讲有无？这个。咱放出来，这个屎尿啊，愈拉是愈臭。所以讲，有诶家内事无爱讲，就是这个啦。真理诶灵性，现咱清净，则是顺家。今日诶心诶修行，就是咱控制一条。咱要强调这个好诶味素，
好的道理，咱的心怀会当一直放开。啊，这就是要忍家己的苦。道理是正反版的啦。你刚才讲对的这边哦，安尼人听了讲你伤假啊。所以讲话呢，你嘛爱讲，但是讲的你爱讲唔对是是什么骨头？是咱怨天这个真义啦，是咱顺甲这么清净的天性啊，修行啊，咱要有这个心的假。心你若有假啊，你所有出去啊，你即阵啊，用你这个身躯啊，人就对你有礼貌啊。这才是咱真正的原则嘛。原则是啥？原本咱来修的啊。这是祖师爷，这是天地定的啦。安尼唔才有善恶之分。凡世间嘛，咱来修到这个正观之中嘛。但是咱今物咧讲的是无形啊，啊无形的这个心若无归中，啊你就抓无真正咱咧讲的缘分啊，是这条清楚的天界嘛。咱再来讲顺家现在真理的灵气，转咱顺家这条心，咱再来讲安定咱的灵魂。是咱顺着母娘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甲定心。不应该，就是爱咱讲佛法。佛法伊是照道理的，所以讲叫做佛道。今日咱咧讲的大道，大道嘛是佛的心嘛，啊，叫做道心嘛。这拢是同款啦，通灵嘛是同款。灵通啦，下雨以下嘛同款啦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转伫咱这里顺的天命，来到这个境界，都拢公平啊。这个拢是水平，拢是相共啊。安尼咱人，就是即卖我输你，我才要拼赢。咱才有即卖来讲比赛有无？竞赛啊，是咱原来。这个灵气是咱顺着这条清净，今日这个比咱无，咱那个无相啊，就讲你今麦这个比我无比轮啊，免个比啊啦，无就是无比轮，就讲无就是无，比就是讲无啊，你无照着这个轮，就是讲。一轮一轮，一次一次，一摆一摆，一眼一眼，你就免照安尼照头摆啊！甲遮大家拢同款第一顶啊！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显露来清净的本性。我爱是这点灵气，显伫咱这里顺的心嘛。是咱顺加稳定，咱无爱阁有轮回啊嘛。所以今天要去掉这个轮回，安尼咱才会当自在嘛，咱心嘛才无一种比较嘛。是咱即马团法，咱的脑神经，我爱是正正确确嘛。因为世间人，你一个讲真的讲假的无？你真正有先天性无？有这个假无？大家听到心内底啊，迄个笑容凝甲明明明啦。你有几度？你有几分？有无？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咱大家拢知影，确实你要做，你要讲，比较较欠一丝啊。今日就是要从安尼来讲，咱咧讲的，这个天地，就是所有的生活，咱这个灵，跟咱这个身躯啊，是水火。上重要，啊！这水火是哪天地来啊？所以讲，这个水火，咱要归先天，就是爱这个坎，中这个甲掠过来离，安尼咱才会当成就咱现主时的乾坤啊！你这个离的顶冠是不是两灯？啊！咱即马
这个坎一定关系是一条啊，甲变化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就来讲，即马照着，即马在咧讲，啊来讲进卦，啊再来即马讲下段，安尼即意思啦。啊再用着这个离甲坎下面有无，佮烧掉有无？啊即就佮衍生一个卦，八卦是安尼交换的啦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。咱转到这么稳会天命嘛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心。咱再来讲对现阿母啊的心，灵魂是天法界，现咱转有自在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。今天母啊爱我今嘛这个声，但是我这个声爱用到这个心，都转来母娘这个心。母牛这个真性，伊是动的，所以讲我爱抓母牛内底，伊这个真就是精华纯粹，啊，这则是咱今物咧讲的脆啦。安尼咱就来讲的，才会当对着我今物这个心，我规身躯所有讲出来的力，则是老母的表示，咱叫做性格，是咱今物，不是噗噗跳。噗噗跳，那是在烧脚，神有礼貌。你要打你的脚步，你要打你的指令，你要发到你现在这个气的声。神他是有力的，他是威风的，不是冷冷清清的啦。佛啊，修佛的有没有？他就要再绕佛，他就要再比脚为手，他就要再放木鱼弄精的啊。那也是重啊，是咱这条清天的灵气啦。所以讲道理，你若真正明理，你就袂去分讲是大动小动啊。今日咱内底有无？你根本是静的，我这条心是静条条的啊，伊也无咧震动啊。啊，只是这个气，这个神，伫遮咧转念念，伫遮咧滚念念啦。道理你若捌教咧，你就袂讲分佛的、甲道的啊、甲儒教的啊。儒教的是爱靠讲话啊，靠过去的发生啊。咱咧讲的四经有无？就是咱即马孔子的《论语》有无？啊，伊所有形容的大学、中庸、孟子，啊，就是咧劝人做好的，莫偷工减料的尔。过去好歹人有无？拢是受到孔子的定记啊。唔再讲，这个山东出春秋。啊，山西这个关圣帝君，伊就专门咧杀人个，到尾啊，爱进修啊，忏悔啊，看春秋，是真理的灵气啊。用诶，到尾啊，拢归孝啦，唔再讲忠孝，忠为大孝，忠就是正义硬气啊，硬气你一定伤人，伤人到尾啊，你嘛爱互伤嘛。啊，只是孝顺，要这个孝搁顺喔，真困难啦。顺父母喔，互伊欢喜喔；顺天地喔，互伊欢喜喔；顺咱的祖先，互伊更加欢喜喔。咱的子弟咧看嘛爱欢喜啊，唔是干那讲孝，讲啊，你欠生我叫我互你生有无？世间就是安尼，啊，包一个红包。唔爱过年就煞，是咱乃做安尼算普通啦。有诶，搁欠笑咧，你咧；有诶，搁对爸母有无无礼无貌，还搁较糟蹋咧。是咱一条正天诶灵气，咱再来讲顺驾现主持呀。是咱一条青天诶灵驾，现伫咱这个稳诶天命。我相信二十几年前，咱天山、咱仙山，迄、那个协灵母啊，就是讲九天道母啦，一早就安排啊。了后，再倒转去咱新疆啊，这个天山有无？迄、那个姚地宫，所以讲，这拢是顺着天意啦。今仔日咱若照咧行，你忠孝再普啦。过去二十几年前，
咱三宝佛祖，咱讲孤单了无？玉制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在咧佛国啊，带去咱即卖咧讲神山，迄、那个协灵宫有无？伊就敢若讲两字，忠孝我做呢。是咱有这条敬天的本性，咱才转个这么清净。听忠孝是第一，爱忠家己，兄弟姊妹甲父母，了照咱即卖咧讲的。咱遮所有结缘的，就咱思念的。今日咱来对着咱台湾遮神尊，搁对起外口的神尊。咱伫菲律宾的时阵，咱去到雷山老庙啊。伫咧拜礼的时阵，咱透早就去啊嘛。啊，但是雷山老庙都无人，主人都一两个伫遐，啊，咱就提早落去拜礼啊。雷山老庙讲，恁足无礼貌，一团这么大团，恁来到遮见到老母，阁无用着真正三拜九叩，乌白来。所以讲，咱若真正出去咧回乡，我拢交代司仪，一定爱三拜九叩首，因为三是羊的开始，九。是羊的收尾，你唔免四拜十二叩首，迄是无迄款礼貌啦。因为等的则是羊神，咱要敬羊神，唔是要敬阴神啦。这是咱爱知影，一三五七九，今仔日咱一三五七，羊的是顺七的，所以讲则用九来代表。今日二四六八，因为是倒西顿啊，所以讲八个，将我落落来六个。咱第五十，这个中倒六七八九，只有讲这个五十含条咧，咱这个九来就收圆啊。五第一就是六，六啊搁六倒啊，九就是咱姊妹咧讲的，咱的佛性啊，七八有无？就是直接有意啦，所以讲你即马爬那倒转来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因为相数嘛，就是人嘛，所以讲开头才用六加九，六加九加起来嘛是十五，中七八加起来嘛是十五，所以讲十五就是咱即马咧讲初一十五，咱即马咧讲团圆啦，伫咱一个月内底中午啦。啊，这个是咱典范嘛，祖先伊就是看安尼啊，伊才会当知影讲，你即马咧讲诶，咱所有诶安尼一直讲，一五九，这嘛是同款样数，加起来嘛是十五，是咱有这条敬天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家显的情，拢是顺家稳定咱这四神。咱则原来顺无义嘛，咱后天就是定一五九啊。咱厝诶加起嘛十五，欢诶嘛是十五，得诶嘛是十五，了再加三千嘛，再加啊，二半嘛，数量嘛，是用安尼来讲诶。咱再来讲这条天元诶本性，咱再来发射着先天诶本领，是我有这条。敬天的气啦，六条呢？因为我爱是这个心的本性，对天啊来发声，是咱要恢复灵元的灵气，这世人咱的神要向天倒转来，是咱有这条清净的天界啦，心中的主宰，无让啊爱咱家己会当抓定家己的心嘛，这条路啦。这条线，啊，这才是咱回庙啊！今日咱拢是清净这个天性嘛，爱咱家己行会到这个精神，是咱出家一点明性，是咱转动的这条清净，无让啊，伊爱咱归元，啊，元哪元的啊？大家嘛要归元归圆，啊，这就是爱用数啊！
今日恁所有的数字、数学，拢是咧甲咱报的尔。你甲你报，你家己爱去行，啊，这叫做认真啊，这叫做勤快啊。是咱用着这点灵性，要来讲着顺家现的钱，但是咱是有这个身躯嘛。今嘛，咱是用着这个心的意，用着咱现在这个脑神的味，倒转来原来啊，咱母娘啊，这个正道，是用着这条清净的天灵，我才有这呢，阮的心稳定，一点显明这个灵气，我再来讲定法，先天的心。是咱行回这点地，咱再来讲顺家有无另外的心，是咱以清净这条灵气献伫咱顺家这条心，灵魂也灵性，只有咱来悟出先天的本性。对着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只有悟出现代心。是咱用着灵源这点灵气，转得这么顺，咱的心，我爱是这条现知识的灵性，我拢是照着先天降落来咱这个心的意思。因为是老母啊，伊度我，现知识啊，我只有照着清净这条心神，向着咱的源这个宝义。是咱顺着现主持的天性，我再来讲顺甲稳定，咱的本性真理显露是灵法界，度咱清净则是顺天意，无形爱咱落天界，咱再来讲顺定现在，这就是今嘛咱家己的心神，咧互咱今嘛这个身躯，无形界。伊是一顶一顶一站一站的，伊是分明的，毋是乌白乱掺的。是咱听久，是咱讲久，咱就知影这个灵界啦，伊所有要讲的话语啦，甲阮照同款，甲咱姊妹咧讲的，一栋鸡啊，一树鸭啊，同款。你甲伊久的时阵有无？你就知影这只鸡啊。是，你若挂开看，你就知影讲，伊是后壁几字的，五五还是五空？这就是咱姊妹咧讲斗阵久无，大家就知影性啦。上生啊，你先甲我看，唔知影无？你一个带久一两工有无？伊的性，伊的动作，你就看会出來。是咱以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甲这条心。母啊，伊是无影无食，但是我会当认着母啊伊声音，啊，这就是咱真正知影母体啊。所以讲母娘住着我迄时阵啊，敢若八十几年迄时阵，啊，就清地下去，啊去甲乌拉木齐时阵落无人机，啊去甲饭店母娘就来。所以讲，母牛伊的声音、伊的举止、行动、伊所有来的信号，我会知影。所以说，我是拜托咱这讲话佛，甲我引导的，才为西湖灵文寺陪驾咱的新疆遐去回着老母，是咱清清楚楚的记忆嘛？啊，这袂假呀。所以讲，一条路。咱要安尼求，咱要搁安尼留，就复习啦。安尼咱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天就甲咱安排好啊。啊，过去咱唔知影王妈妈，是咱一条正凡的灵气，转着顺家这条神。因咧讲神呐，就是今嘛，伫只这个文武将神，甲咱好咧，伊要讲话啦，你也听几句。真理应法落天灵，现咱转无形境，归咱顺家
一条心。这是咱清净的灵气，转给咱这么顺的心性，咱才有母娘伊的灵性。普通拢是神呐、啊，在甲咱教化啦。啊，咱爱有照这个心嘛，你这个神在用心嘛，心你才有这个神的光力啊。普通就是这个神尔尔啦。所以讲，咱对无形界话会捌啦。就讲会认识啦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慧灵啊，这条柱，有咱这条青天的灵界，现伫咱这里顺的本性啊，是咱回到这条天理，是咱搁再通灵回到这里精，这个精就是虚空啊，虚空就是咱今物咧讲的这菩萨啦、啊。真元现来定如心，现咱转开无形心，一条正天拢是伊，打开道灵归元神呐。这是咱清净的天元，要教咱今嘛，再祖先对无形界，咱今嘛咧讲万世祖啊啦，因为生死为大嘛，哦。咱若算讲比咱较小岁，那生死嘛爱以为大嘛，伊嘛是咱的祖先嘛。所以讲是咱以这条正天的灵气，献伫咱这里顺的心。啊，咱在世间有无轮回无轮回嘛？有孙啊，屁啊，这个哦，更加侪岁啊。是咱这点灵天的灵气，转伫咱这里顺家的心。今日讲咱咧迎神，咧绕街，闹商家有无？迎神咧爱闹商家，唔是你讲神足大咧好哦，这就是礼貌啦。今日咱咧讲百家老家，你老家一定爱闹百家，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啦。咱再来讲顺家，并无心，有咱回到。这点教，我爱则是顺着这样啊唱。有咱这条元天的灵气，咱只有来讲顺教，应无神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性，是咱兑现这条清净灵魂伊的天意。咱来讲顺教的心，咱才有这样稳的性啊。今日要讲清净。清净就咱的心花开，就是咱的心的舒服感。咱来讲，你心会爽啦，会爽啥？就是会欢喜啊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心修行爱会当生出着欢喜心、喜悦心啊。啊，这才是咱讲的灵元灵气啊，世间你咧讲的进步啊，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。咱来讲顺家安定的性，真理是天元的灵性。世间修行，伊有进步，伊若搁进步，搁较开，搁较发展，咱来较恭喜。后壁，咱来慢慢啊对伊的脚步，咱行出着咱的一片天。因为有诶是做有形的，伊现主是爱安尼做，迄嘛是一种负担。但是咱是做无形的啊，你讲母娘伊这个圣道啊，安尼敢会当乌白讲吗？会当写母娘的名字吗？你出家，你所有讲的话，啊若无照母娘伊的指示指令无，啊你就假包的啊，假包讲啦。是咱元天这个灵气，是咱转回这个清净的心，这才有力啦。真心就有力啦，假心的力就散高高，骗来骗去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源，咱爱转过着这么静，是青天这点灵气，是来讲着兑现咱母娘的心。我爱是得贪，因为这世人嘛，我只有真心真力呢，无也无看咱什么啦。就是看你即卖咧找路尔尔啦，
这才是咱儒家的正理，增加咱顺母这条线，现咱清净，才是天家，悟出天理，才是自在。今日讲母啊，这就是母啊头前的护法。人咧讲三生啦，三奶啦，但林你有无？我讲但三娘，哇，林五娘，哇，但九娘，用安尼来称呼啦。因为较早那真正一少女，拢是以娘安尼来代表啊。咱公妈开你就知啊，那减二哇，你就用娘来补啊，查甫用君来补啊。啊，是用贤来补嘛？啊，无你就是用信有无？信女有无？我就讲善男信女安尼这意思。啊，无你就是用讲张氏哦啊王氏安尼这就对啦。啊，尾啊就是用娘来补安尼。那这两个补落去无，你就会坐正啊。现咱有一条青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对贤顺改性。今日爱是清咱的脑神经，回到咱的正法，啊正法只有啥天母啊，娘娘，咱拢是对天这个道母道源落来嘛。所以今日个咱爱是这条灵性，啊，要来讲献出着母牛，母牛当然有伊的精气啊，有伊的来源头啊，唔是讲你讲母牛就母牛吗？你讲母牛，母牛爱出家呢？真愿现来定如心，拍通清家现世行，顺着这点灵气，既然原来则是无性，灵源灵气天法界，若咱清净顺天理呀、啊！好啊！
吼啊伊个伊都吼啊伊个嘞，哎那啦吼啊伊个嘞伊个乌啊伊个伊个吼嘿嘿，哎那乌啊伊个嘞伊个乌啊伊个嘞呀吼哎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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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那乌乌啊乌啊。Oh, I know the world, I know the world, I know the world.